啊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的两次马卡，谢谢大哥。大哥捡两个人头，捡两个你说了算啊，大哥。喂，个毛！哎呦，太给我把怂了！我靠，三个人，啊西！OK， 加两个，加两个，加两个人头。输了以外的兄弟们不要紧啊，世事难料，好吧。为什么1897优先于 SLK？ 1897的，不管是射速还是伤害，都比 SLK 高。SLK 除了子弹高一点，其他子弹多一点，并没什么的优点啊。所有的喷子里面 ，SLK 是排最后的啊。那这些蝼蚁现在有点变厉害了。欢迎罗马，罗马晚上好，罗马来晚了，刚吃完马鸡，再早来一点点，你就能看到我吃第一把鸡了，可惜了，没关系啊，只要装得好，吃几把鸡都可以吃到。哎，开把之内，三把之内必是两把鸡啊！今天这就来个三连击啊！欢迎饼花哥啊！开杀开杀开杀！西巴拉基杀基！今天小花家的暴率现在非常高啊！平南和千年都有七个半的暴率，特别是千年啊，垫了200组的，垫了100多手了，一个没出啊！看哪个老板能挣到今天的第一个千年，争取12点之前爆个千年出来，兄弟们！需要配置什么样的电脑才能像我一样牛逼？多看我那边直播，啥电脑都一样，都可以操作。什么意思，路马？这不好吧，路马？这样拆穿有点不好吧？可以不杀15万，不可以不杀11万，这把给老子杀，兄弟们 ！Let's go！Nice， 落地1897无敌。你在装什么？下一位，恭喜我罗马中个山水啊！我忘了这个图没有大鼻屎。我他娘还在以为他是大鼻屎。1、2、3、4、5，猛男之雷。三个流氓。也想杀我。感谢这个逼送的曼卡，谢谢大哥。大哥加个人还是减一个，你说了算啊，大哥。这些人是不是觉得房顶是他们的家呀？你们不会觉得你们在房顶是无敌吧，兄弟？看我操作，
下一位，这个喷子有点猛啊！还不错，能看中龙猛是个高玩，感觉我已经死了，咱们下面上。啊！我靠！哎，我听脚步，楼下有一个呀！ 怎么是五个人呀？楼上楼顶三个，楼下一个，怎么可能会是五个嘞？嗯？感谢我陆马，咱们200组的小花甲兄弟们，平南和千年马上就出了啊！陆马有电雷手，就看哪个老板能做到这个第一个平南和千年，好吧？ 今天从下午到现在，一个平南一个千年都没出，咱们争取12连之前能做个千年出来，兄弟们，好吧？咱们争取把荣耀值干到50万，冲，兄弟们！我就不信这个千年不出了，垫了100多手了啊，200组的，200组的不说千年。 平南基本就是一手两手就能出了，就看哪个老板能出了啊！可惜。哎呀，感谢我来了宝贝送的一家钻粉飞给，祝我来了宝贝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越来越有钱啊！感谢。 奶奶宝贝，兄弟们，大喜走一波啊！这就是魔力币的女粉丝，你们羡慕了吗，兄弟们？加20个人头还是减20个？奶奶宝贝，你说了算啊！可惜了，加20 ，OK， 没问题。 200组的千年，今晚必出啊！就看个老板能收入囊中，好吗？7个半的爆点，他娘的！钻粉可以加30个人头，或者减30个人头，小老板。左边上一把，左压了左边，兄弟们，对不住。 这个千年是必出的，就看哪个老板能捡到这个肉。你他妈的还敢锤我一下！ 欢迎孤独又灿烂的瓦勒，欢迎乐迪啊！欢迎到电玩上，欢迎兄弟们。喂，隔壁楼能听我说话吗，兄弟？能听我说话吗，兄弟们？200组的啊，小花甲。
千年马上就要出了啊，今晚肯定是必出的。十二点之前就看哪位老板能出到这个，能把这个千年出了，好吧？基本就是一手的，太离谱了，一百多手了，从下午到现在一个千年没出，平台都快一百手了，现在两百组的爆率已经非常高了。楼下还有一到两个人，楼上不确定还有没有，楼下肯定是还有人的，都在狗，都在怂，你们不动我也不动啊。恭喜你想中个山水啊，恭喜小老板，无所谓的，咱们稳住。你怎么敢莽的？还没出兄弟们，又是两百组，又是一手，还是没出，就看哪个老板能一发入魂了。我感觉要一发入魂，今天恭喜惨死你龟儿兄弟，这么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对我们的指导性的啊，谢大哥。我很清楚，当时楼下是丢了一个火，那个大鼻屎被烧死了。要出了，快出了！我靠！恭喜我理想哥中两个山水啊，还没出。六七手怎么都得出，好吧，一两手不出，六七手怎么都得出了，我靠！一百多手啊，一个平台都没出啊，我感觉要直接出千年了。直接拿个老板来个乘二的千年无敌，直接起飞。恭喜我理想哥中四个山水，又是四手还没出，还不出吗？我靠！完了，要被捡漏了，我估摸着要被捡漏了，应该。讲道理不出太过分了，这么多手了，肯定是必出千年的，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。都在狗，都在狗。都在苟着，都不敢动。你也想一下，从下午到现在，一个千年，一个平台都没出啊！平台都快一百手了，千年已经一百多手了，两百组的，特别是而且是两百组的小画家，垫了一百多手，一个千年都没出。啦啦啦啦啦啦！那就不动呗，都别动，好吧？我反正不会莽他们，我没有闪过，但我不可能去莽人的。他们要么过来送，要么就等死，好吧？我们肯定不会主动出击，记住。不要跟我比脑力，我看你们怎么跟我利用啊！一群蝼蚁。感谢十二本书的小画家啊，二十组或者两百组的小画家一起收集了爆出平台和千年啊，知道吧？二十组的小画家爆出山水也有福利，两百组的爆出山水没有福利，但是爆出平台和千年会有超级神秘福利。
你说你们上房顶看看不行吗？好玩不？哎，我就想，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到底玩的开不开心。就来回跑，跑到二楼，跑到三楼，从三楼跑到一楼，啥意思呀？老子四个雷炸不死你们，还。不要急，你们知道，我一般每次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特别的想知道对面的心里面在想什么，到底，就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，就感觉跟这个楼融为了一体，动都不带动的就在楼里面。就来回跑，明明全部都收完了，非要到处跑，还是去捡捡漏。哎呀，跑了一楼，一下跑了四楼，一下又跑了一楼。蝼蚁就是蝼蚁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想不到他们心里怎么想的。下一位，跟我比枪法，还得练，兄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来这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来这里。哎，这雷丢的好。你能杀我，我叫你爹，兄弟，能听到吗，兄弟？杀我，我叫你爹。我操，这么离谱吗？斗鱼不需要你五十三，点不关注，兄弟，我叫某雷逼，也叫大帅逼。OK， 问答环节，有什么想问的几个问几个问题啊？对，我叫某雷逼，不要想着狗，没用的，兄弟。狗这么久有什么用呢？还得死吗？要把你们跳宿舍楼的初衷拿出来。可以提问了啊，兄弟们，有什么想问的就给我问几个问题啊。不够杀，开包第一把给兄弟们四把鸡啊，三把这里变成两把鸡今天。今天要没子弹呀、啊，就打 M4 吧。有了。请问一下，2000 DPI 的话，打这游戏会厉害吗？2000 DPI 兄弟，我有点不敢想。再给兄弟们讲一遍啊，不要错过了机会。现在平南和千年都有七个半的爆点啊，爆点非常高，基本就是一手两手就能出，200组的啊，特别是200组的爆率非常高。就看哪个老板能拿下这个第一个千年，从下午到现在一个千年没出，一个平台都没出。
太离谱了，兄弟们，刚刚又垫了差不多10手，还是没出。今天晚上12点之前肯定是必出一个千连的，好吧？已经差不多只剩一个小时了，争取一个小时12点之前能把这个千连给爆出来，兄弟们可以加把劲。一首《再歌》送给你们。再歌一响，黄金万两，猛来出征，寸草不生，卖来自发，兄弟们！呜呼！嘟嘟嘟嘟嘟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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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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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爷居然给我挡在胳膊上面，我的阵法下去是什么呢？不够撒娇，不够撒娇，不敢不敢撒！这把棋送给大家，没有什么上半出击，跟我没招开玩笑。Everybody，Let's go！ 反干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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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反干啥？给我打在胳膊上！来第三弹了，家人们！呀呼！呀呼！呀呼！牛不牛逼，兄弟们说了算啊！秀不秀，兄弟们说了算。这波一传四，你们学得会吗？你们敢这样操作吗？只有猛牛逼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自信，懂吗？不会要同归于尽吗？这如果敢丢一个雷，我是想不到的。妈的，胆子太大了！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呀？把伞给我收，斗鱼武器按钮不受伤，点爆关注兄弟，一传四，简简单单。看到没有，这个三级甲，这个信号枪怎么来？就是靠扎点而来。你不敢去盲点，你就拿不到这个机会，你就拿不了这么好的装备。只有扎点才是正确的道路，给老子扎，不堪一击。一只手就能捏死，你们在卸什么胎？你们在装什么东西？我是啊，小巴沙送给大家。啊，这都能看到我吗？挂逼，挂逼，挂逼！这队有个挂，兄弟们，再来个没孔游戏结束啊！恭喜阿哈18中了一个山水啊！恭喜老板，找小家领取神秘福利，恭喜大哥！咱们今天这个千年和皮男马上就要出了啊！特别是200组的爆率非常高，兄弟们，现在100多手没出千年，快100手没出皮男了啊！从下午到现在，一个皮男一个千年都没出。不搞别的，咱们就争取今天先把这个千年能爆了，好吧？争取能爆个千年出来，兄弟们可以加把劲，好吧？粉丝团决赛，咱们争取把第一拿下，稳住，守住，好吧？可以多多支持。还没出啊，还没出。看到没有？
是不是挂名？我他俩走到这了，这都知道我在哪。不管我在哪，他都能知道我在哪，看到没？这挂逼，我靠，这个酸狙完了，不怕挂，就怕挂四个酸，知道吗？只要我拿到三级头，我就不怕了。挂又怎么样？这种全形，老子你让我扎到你经典，看老子狙不狙死你啊！漂亮，挂又怎么样？啊？我就想问，挂又挂又怎么样？你想，那又怎么样？老子三级头 AWM， 你这小瓜逼在我面前也叫不堪一击，知道吗，弟弟？一只手就能捏死你，你敢撸吗？下一把，兄弟们，刚下没不死的啊，厂长位置没不死写的，加哪个？加微信啊，帮傻008。爆闪008，你就神秘福利啊！正好五杀第，正好八杀第五名啊！左边全收，兄弟们，八杀第五，左边全收。我现在崩了，稳健的绝，现在崩了，兄弟们，216。不开玩笑，稳健的绝这一把，稳健的绝。我不是被挂杀的，前提。我是被后面给偷掉的，被一个老六给偷了，知道吧？为什么举报他破坏游戏体验？因为他这种老六就是专门破坏游戏体验的，我就是要举报了，看他不顺眼。最想读，艾伦哥、皮卡多、电厂，你们说了算。今天封号了没？今天开播第一把就封过号了，兄弟。今天开播第一把就封过了，跳了你们说了算啊，这三个点，你们标了我就去了。今天啊，平南千年从下午到现在一个没出，200组的小画家现在爆点达到了7.5，100多手一个千年没出，接近100手一个平南没出，马上我估摸着就是一手两手就能出啊！每当我有这种预感的时候，基本就是要出了，就看哪个老板能捡到这个漏，我估计就是一发或者两发，好吧？
your hands up if you go high. 没办法，兄弟们，我只有实话知道，有点着急了，没头没脚。妈的，让这个人来了一波顺手牵羊，现在崩了，全部被他捡了。这个路一个人没补，全被他抢了，还把我杀了，没办法，他有头有脚。他这把枪50多发子弹，我只剩10发子弹了，10发子弹被只要基本空个两三枪就打不死他了，所以我有点着急，可惜了。落地高枪没不死的，今天第一把落地盒，可惜。我以为我可以来个3连击，就差那么一点。本来就是基本就是一手粮食就要出的，只是一直没有出，好吧？估计在等那个有缘人，在等那位老板，就看那个老板龙一发出。去12点之前把这里千年给我爆出来，兄弟们，爆率非常高。什么意思？战歌响起来了，兄弟们，战歌响起来了，战歌响起来了，给老子杀！我猛牛逼，不可能打不过这些蝼蚁的。啊！西巴拉基萨基耶！妈的，直接把喷子，但凡不是喷子，他都死了。哎呦 ，PM 是把1897，压人家别西巴基。对了啊，刚刚这么2连击，兄弟们看了过不过瘾？如果兄弟们看了过瘾，觉得某牛逼确实优秀，觉得我牛逼打得好，打得不错，想进某牛逼还没进粉某牛逼粉丝群的，想跟某牛逼去玩游戏的啊，都可以加左上角的助理微信爆闪006，备注某牛逼或者某男就能加入某牛逼的粉丝群了。我在群里面叫帮乱，可以加我私人微信找我打游戏，兄弟们，好吧？我无敌，今天吃了200级还不错啊，杀了47个了，争取多杀一点，兄弟们可以拭目以待。还不错啊，跟着某牛逼走，发家致富有救，荣华富贵应有尽有。周山水跟随你，跟小佳，这个阿哈哥找小佳领取神秘福利啊，中了山水的。好吧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小佳应该是在线的，你直接加了微信就行了，好吧，加助理微信。他的微信是帮傻008，加微信帮傻008，好吧，
帮嫂008。左上角不是帮嫂006吗？你改成008就行了，兄弟。这把杀起来。一个千年没说，一个评论都还没说，兄弟们，各位老板，从下午到现在爆点非常高，七个半的爆点啊，就看哪个老板能做到这个千年的。太离谱了，一个千年都还没出，平台都快100手了，200组的垫了100多手。一对蝼蚁，一只手捏死，前两把运气都不行，落地装备不行，运气上了一点。我靠，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，捡了这把枪意味着什么心里有数。What the fuck? Excuse me? 他娘的，要不两三个月一把不来，要么一次性来两把吗？ What the hell? 哇，这队只要把我杀了，他们直接起飞，好吧？丢，看了一个，直接往进顶。不是吧？正常的人不应该是让我把他们全部杀完吗？溜是不存在的，我猛牛逼字典里没有溜。颜色有一个刚看到他了，直接往前顶。他死了。下一位，你这是我是二位啊，再练练啊，有没有油？来桶油。感谢我梁生哥送的小画脚啊，平台马上就出了，就看平台和千年哪个先出，好吧。不过是一群蝼蚁，喂，楼下兄弟可以让我刷吗？欢迎红月点，楼下有兄弟可以让我刷吗？猛男之雷，死！
还没出，我靠！如果十二点之前不把这个千年给出了，太可惜了，垫了这么多。我没有开响度均衡啊。猛男之雷，恭喜我梁生哥啊，中了个山水，还不出吗？还不出吗？怎么也该出一个了吧？南东，然后什么南东？老铁，给个机会，出一个，让我梁生哥中一个啊！怎么也得出了，猛男之雷死。又完了，不应该。说实话，这两个币有点怂。你说你躲在那里有什么用啊？这个币像个挂印的，每次我过来他就跑过来了，看到没？这个币有挂的嫌疑，估计是个挂。马上就出了，兄弟们，特别是200组的小画家，垫了100多手，一个千年没出。平台都快平台都快100组了，一个平台从下午到晚上到现在，一个平台一个千年都没出，兄弟们。刚刚又垫了十几组，200组的小画家垫了十几手，还是没出。还不出就过分了啊！来了，就这，不堪一击。感谢我梁生哥送了这么多小画家啊，还没出，还没出，兄弟们，连一个平蓝都没出，太离谱了。今天这个第一个平蓝和千年，花落谁家？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最后一个小时就看哪位老板能拿下，好吧，希望梁生哥不要成垫子。哇，子弹没拿，我靠，提问了，兄弟们，问答环节，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，尽管提。拿什么枪都一样，两个小枪无敌。欢迎相爹，相爹好久不见，相爹。我不傻啊，我肯定知道会要拿子弹呀。想去就先去把包给舔了。
两发十号枪子弹，两个超级空投，西巴拉被 Kisaki。这一把我猛力逼无改，把一号点拿下抽把，这个圈一号点的圈，一号点拿下这把抽把了。小画家只有二十级以上才能看得到的啊，二十级以上的用户才能参与。主要是现在爆点非常高，知道吧？从下午到现在一个没出。如果不出的话，今天太可惜了。而且我们超级粉丝团离第一，咱们第一、第二离我们差了不多，咱们要争取把第一稳住，知道吧？所以希望这个千年呢可以爆出来。准备好了吗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？ 一首战歌享受营销，一首战歌加一呼小 ，Let's go， 加一呼少。兄弟们，这半最后半个小时啊，千年基本必出，好吧？快两百手了，两百组的小画家快两百手了，一个千年没出。这半个小时，我估计这半个小时是必出的，好吧？就看哪个老板能中了。战歌一响，黄金万两，猛男出征，寸草不生，猛男执法，兄弟们！呜呼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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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六八年 ，Let's go， 八九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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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宝哥送给我，打着隔壁山，来句神来的 gentlemen， 呀呼，呀呼，呀呼呀呼啊呼，挂逼，看到没有？我来。妈的，遇到挂队伍了！恭喜臭袜子不爱文一发中了一个平男，恭喜大哥啊！找小家里去，超级神秘福利，这些挂逼没有妈妈的西巴 Kisa 给挂逼，西巴 Kisa 给。没有妈妈的玩意，西巴里西巴里西巴里西巴 kiss， 全部举报了，妈的，一群挂逼，脑子两个小枪就这样没了。千年马上就要出了，兄弟们，千年马上就要出了啊！平台刚出，一般平台出了之后，要么就是连出四五个平台，要么就是直接出千年，好吧？千年已经两百手没出了，兄弟们，两百组的小画家两百手一个千年没出。我说了，平南都快一百手没出了，肯定是一发两发就能出，好吧？这位大哥一发二十组的小画家就出了一个平南，我日他哥，无敌！恭喜大哥啊！感谢鬼头送的幸福券啊！感谢恭喜孙大圣做个山水啊！恭喜老板，没办法的。两个小枪这样没了，没办法，遇到挂了，这挂逼就直接锁我的。所以说你装备再好也没用，知道吧？没用。兄弟们，最后一
一半个小时，争取把全连给我干出来。恭喜我刚哥中了个山水啊！恭喜我刚哥，出了就可以领取超级神秘福利。再出了麦喽！这个麦给你们来给，只要没有关联，没关我随便杀呀，没关随便杀。不对，人数数加速了。跟喷子没关系啊，遇到怪拉啥都没用。其实这一波我明明知道我有两个小枪，我就没必要拿狙了，这一波确实可以拿把1897的，这边有点大意了。感谢离线鱼送的小画家啊，咱们争取把这个千年出了，兄弟们，200组的小画家啊，垫了200手了，一个千年都没出，从下午到现在一个没出，就看哪个老板能在12点之前能把这个千年出了，好吧，加把劲，兄弟们，欢迎我黑爹来到直播间。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最后半个小时了，好吧。就算在88也还要只需要88半个小时了，好吧。因为这个千年如果不出的话太可惜了，平台一出立马出千年，要看哪个老板能捡到这个漏。恭喜我鱼哥啊，中个山水，又是一个200组啊，200组的千年还没出，还是没出，兄弟们，一直没出。这把只能守株待兔了，这把咱们只能渔翁得利，让他们先打了，没办法了。正常人不可能看得到我的，151级，正常人不可能看得到我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硬锁，看到没？枪口不带抖的。他来到这个窗口之前，还没有看到我之前，就已经知道我在那了。他就已经用他的视角对着我了，全都是挂。赶紧到周三啊，我现在只想赶紧到周三，只要那个腾讯的反作弊证能加入这个游戏，可以还我们这些啊玩家一片清白，可以还我们这些玩家绿色玩家一片光明，真的没办法，像这种挂正常人是不可能看得到我的，是吧？他队友在那个窗户看了半天都没看到我，这个比走过来还没看我了，就直接就是在他的视角里还没有我的身影，他就已经看到我了，就已经开始瞄我了。特别是晚上11点过后，基本全都是挂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没办法。咱们现在我只担心最重要的就是千年什么时候出，好吧？从下午到现在垫了200手的200组的小画家，一个千年都没出，刚出完平南，一把平南出了之后就是年初，要么年初4-5个平南，要么就是直接千年，好吧？基本都是这样的，我就不信这个千年不出。半个小时之内必出，兄弟们，很有可能又是一手两手。
可以抽一抽。哎呀，这眼睛感觉他妈难受。兄弟们，这个千年马上就出了啊！跳了，你们说了算。两百组的小花椒，全脸马上就要爆了，兄弟们！继续来个老板一发轮回，干，抽就完了，兄弟们，给我抽！让我们看看看看看看，今天第一个前脸是哪位老板？哎呦，恭喜我小笑大王一发中了一个平蓝，又是一发啊，两百组的一发中了个平蓝，两百组的全连指日可待，兄弟们，我说了，一出了之后就会连出四五个，好吧，要么连出四五个平蓝，要么就直接爆个千年了，千年马上就出了，兄弟们，基本也是一手啊，我估摸着又是一手两手，就看哪个老板能继续捡到这个漏了，兄弟们，又是一手两百组的小花椒中了一个千年，中了一个平蓝，恭喜大哥啊！千年指日可待，兄弟们！天哪，我靠，找小将领去超级福利去！恭喜小笑大王啊！又是一手啊！你死了！恭喜大哥！太离谱了，兄弟们！刚刚二十组一发，现在又是两百组一发中了个平蓝，咱们这个要我估计还有两手平蓝要出啊，基本就是一手两手的事。这种东西要么就连出，要么就一直不出的。前面一百手没出平蓝，现在连出两个了，还有的出啊！我估摸着应该是要出千年的，就看这位千年到底是哪位老板可以收下了啊！我就不信了，这个千年不出。你想垫一百手怎么玩？先斗鱼等级只有升到二十级以上的用户才能参与这个啊。主要是今天啊，从下午到现在一个千年没出，垫了两百手了。如果不把这个千年给爆了，真的会有很多遗憾的。主要现在暴力很高啊，千年指日可待，马上就要出了啊，
主要是就是200手，知道吧？200手现在爆率非常高，200手已经垫了200手了，200手的已经垫了200手了呀，200手现在爆率高的一批。这个叫花钱改名只为中奖的兄弟啊，这个东西肯定是的呀，还有想吗兄弟？当然了呀，这东西不方便说的呀，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呀。你可以上了兄弟，好吧，你可以上了。这个千年还是一直没出啊！恭喜我北辰哥中个山水。恭喜我高爹一发中个平台，恭喜我高哥啊，一发中个平台。哎呀，暴躁爹来了，暴躁爹晚上啊，暴躁爹，送小画家是可以。就是可以找小嘉领取超级福利的，好吧，抱着点。你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我啊，就是现在不是粉丝团决赛嘛，咱们为了把第一稳住，我们主要是千年已经200手没出了，就是200手的小画家，就是中了礼物可以获得神秘福利的，知道吧？就那个意思。恭喜钢爹啊，找小嘉领取超级神秘福利。平南还有的出，兄弟们，平南还有的出啊。平台还有的出，不对 BB， 懂吗？咱们平台刚刚已经连出三个了，最少估摸着还有一个平台或者两个，要不就是出千年，200组的千年已经200多手没出了。就看哪个老板能把这个千年拿下，咱们可以稳住，好吧，粉丝团第一。平台还有的出啊，太离谱了。这个东西真的要么就一直不出，要么就连出。恭喜小家中个山水。恭喜小家中两个山水啊。现在爆点非常高，特别是200组的兄弟们。200组的爆点非常高，200组主要是垫了200多手了，一个千年都没出。今天争取咱们在12点之前把这个千年包了，还有最后26分钟。Let's go！兄弟们可以多多理解一下啊，咱们最后20分钟我们把粉丝团决赛打了，好吧？然后，所以我会可能会一直 BB， 因为这个粉丝团的冠军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于咱们直播间来说非常重要。兄弟们可以在那个互动里面，超级粉丝团里面可以看得到的，好吧？咱们离就是咱们现在距离第一就差一点点，懂吗？咱们争取把这个第一拿下，咱们离第一只差一点点，咱们争取要把这个第一拿了，太关键了。等这个超级粉丝团过了之后，我会好好的给你们专心的打游戏的，好吧，兄弟们理解一下。只有最后半个小时不到了。杀西巴基萨基！有人。最有的反应，最有的秀啊！接下来看我的表演。听到脸上两个起步，咱们先来波猛男攻心。喂，楼上兄弟可以听我说吗，兄弟？兄弟能听我说吗，兄弟？能听到吗，兄弟？200组的小画家，兄弟们，200多手，一个千里没出，已经连出三个平台了，
估计还有一两个平台要出，就看是出平台还是出千年的，好吧？爆点非常高兴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在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照样，人还是照杀不误，好吧？遇到人还是随便杀，看我的表演就行了。OK， 应该在楼里，追我的戏啊！感谢陆沟送个山水啊，什么玩意这名字？感谢兄弟啊，恭喜兄弟中个山水，骗一下。OK， 这队友来了。下一把啊，这个 B 好像是个狙击我的，单人四排，这种操作不可能是同行，兄弟们，这个操作不可能是同行。太狗把手了，西巴的狗的一匹，我丢闪他都不带漏的，我靠！哎，可惜，下一把兄弟们，若是刚刚两连击。太狗了，我靠！咱们离第一次差一点点了，各位兄弟们，各位老板，可以参与一下啊！咱们争取把这个千年出了，千年就差那么一点点了。恭喜我刚哥做了个山水，恭喜我高烈。跳了，兄弟们说了算，除了皮城、皮卡佐、豪宅、电厂，兄弟们说了算，你们说去了我就去了。西巴的去啥西巴的视频，我叫某牛逼，我是真的牛逼，斗鱼决定我第一，斗鱼决定最新的男人某牛逼。小画家只有20级以上的用户才能参与啊，20级以上的用户。平台肯定是还有的出的，就看是出平台还是出千年的。But what could be？20组290小画家一起送，都可以爆出来。兄弟们加油！刷脸之前把这个争取把这个千年爆了，给我刷！给我刷！你死了。撞什么枪啊？还撞枪！下一位，你咋看了人头要捡？这你妈还狗着一个呢？几个在哪？跳里边？在哪呀？装什么？有假了不起？照杀不误，一只手捏死。咱们200组的小画家啊，垫了200多手了，千年还是没出，平台已经连出3个了，兄弟们。就看哪个老板能接到这个漏了。西巴的皮萨基，楼顶有一个，喂，楼顶上的兄弟能听我说话吗？楼顶的兄弟，
可以哟。可以是吧？你先来，就这样吧，咱们好好聊一聊。你这样吧，你先来告诉我，你先来告诉我，我叫你爹，好吧？我跪着给真你，的假的哦？真的跪着给你舔脚趾头，一根一根给你舔得干干净净啊！只要你能下来告诉我，懂吗，兄弟？不是什么瞧不起你啊，只是我的实力，我们之间绝对差距的悬殊有点大啊。就你们刚在我面前，我一只手指头就能捏死，知道吗？都是蝼蚁，一只手指头就能捏死。兄弟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酷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牛逼？现在没用的，知道吗？我一只手指头就能捏死你，这就是咱们之间的差距啊！恭喜大王中个山水啊！天哪，这个千年还不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告诉我兄弟，告诉我立马就你，好吧？你要明白我。外面这里队打死。你要明白。把这里打死。你要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，知道吗？嗯，好好好。别急着补人呀，留个人头嘛。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嘛，有肉一起吃嘛。失误了吧，兄弟？斗鱼57233点波关注啊！斗鱼57233点波关注。玩这个游戏就是要沉静、冷静，抓住机会一击毙命。不杀直接收兄弟们，注意点。感谢梁胜哥送的小花椒啊！最后17分钟，兄弟们，看看17分之前能不能把咱们争取先把第一稳拿下来，兄弟们。看一下啊，咱们现在离第一还差20000多的荣耀值，兄弟们，加把劲啊，差的不多了。只要爆一个千年出来，咱们能就能反超第一，好吧？太难了。200多手，200组的小画家，一个千年不出，就是不出，他娘的，就是不出，可惜了。平台连出3个了，讲道理应该出千年人的，想不通为什么不出。提问之前，前面加个蒙老师负责服众，表示对我的尊重。你们追着我，我会优先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可以提问了，兄弟们。感谢大王送的这个中了一个山水啊！恭喜恭喜梁胜哥中个山水，还是没有出，还是没有出。对，在咱们直播间只需要开了钻石粉丝，永久当爹啊！我会。只要你来了直播间，我会天天叫你爹，好吧？而且你还能获得咱们直播间免费包邮大家的定制 T 恤一件，好吧？还有一大堆特权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在咱们直播间看到钻石粉丝，不仅能当爹，还能获得免费的 T 恤，定制的啊！最好是200组啊！现在200组暴力是最高的，兄弟们，200组的千年还一个没出，200手了。平南都连出3个的，讲道理，按照以前的规律，连出了几个平南之后，应该就要爆千年的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发入魂。为什么我这么厉害？厉害也简简单单的，基本操作，天赋知道吧？先压个枪，给爹看看，来吧。稳不稳你说了算，好吧，就这个距离压枪，你稳不稳你说了算。压枪是我们这些玩家的基本功。
咱们今天，哎呀，西巴的超级粉丝团还差20000荣耀值，兄弟们，就差一点点了，最后14分钟，这个千年可以出吗？就差一点了。感谢我干爹送了一个，中了个山水啊！不，感谢干爹的小画家，感谢大王中个山水啊，中两个山水。哎呀妈呀，千年呐，还不出吗？200组的，讲道理得出了。飞机只能叫一声爹啊！飞机只能叫一声爹，兄弟。永久当爹还是开钻粉划算一点，性价比高一点。这个干爹，这个把这个的干爹的伴侣，来收了。一枪死，直接满。巴萨给我收，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蝼蚁罢了。看到一个人就想杀是吧？你以为是把我看啥了啊？感谢奥斯卡小马达送的玛卡，谢大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大哥的玛卡。牛不牛逼，兄弟们说了算啊！秀不秀，兄弟们说了算。哎，又不小心杀了9个了啊！感谢各位老板的小外教啊，咱们这就把千年出了，兄弟们，千年马上就要爆了，7个半的爆点，7把的 Kisaki， 4个人连个拖沙板都没有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来这边呀？这个圈理解不了，4个爆连个拖沙板都没有。我想玩双狙，玩双狙吧。恭喜你想个中个山水啊，200多手啊，讲道理12点之前肯定要出一个千年的，还不出吗？这个队应该是圣 A， 应该是圣马丁过来的，咱们直接去1号点的这个圈，去1号点的话还是得拿把喷子。She's get a girl, she's get a girl, she's get my bad girl。我叫某牛逼，也叫大帅逼。这个匹马丁对于我来说非常简单，落点80几步不是问题。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有手就行。就像我的单压这么流畅，我的词汇在我脑海里面浮现，每一句词都能像是一首歌，让你们听完感到倍儿爽。Anybody say？Anybody say？ 看一下啊，咱们现在离第一还差13000的荣耀值，兄弟们，13000的荣耀值，差了不多。各位老板，争取把千年给爆出来，好吧？咱们今天争取把这个冠军拿下，好吧？粉丝团冠军对我们来说，直播间来说太重要了，兄弟们，加把劲，好吧？主要是200多手，200组的小画家，一个千年还没出，太离谱了，200多手了，得出了呀，连出3个平台了，就想有一个千年，有这么难吗？就想稳稳的把第一拿下，有这么难吗？给个机会呀！出吧，出吧，得出来！感谢北辰哥送的小画家，恭喜我梁胜哥中了个山水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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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剩最后10分钟了，兄弟们。最后10分钟了，
完了完了完了，千年不出估计追不上了，死了，太高了，不应该。一枪，你就不要跟我对了，对不过的。恭喜猛人肉丝蛙住个山水啊！恭喜梁色哥住个山水，恭喜北城哥住个山水。兄弟们再加把劲儿，千年得出了啊！千年得出了。感谢北城哥送的山水啊，拿送的小花甲。哎呀，得出了！兄弟们，最后九分钟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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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分钟不到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离第一还是差10000的荣耀值，不出千年估计有点难了，出个平台差不多能追上。200组的小花甲，200多手呀，出下我到现在一个千年都没出，太离谱，就不能出一个吗？兄弟们开心，我们也开心呀。欢迎林爹啊，林爹晚上好。咱们吃把鸡啊，稳稳进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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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最后8分钟，兄弟们，200组的小花加200多手，一个千年没出，平台刚刚连出3个。要么我估计平台应该不会出了，应该要直接出千年了。12年之前他肯定要出个千年的，不出千年太过分了，知道吗？太冤了吧！200多手垫了这么多，一个千年不出。感谢淼淼星送的张榜，感谢大哥对某那边自走心的啊，谢大哥的张榜，感谢老板。最后7分钟，兄弟们，争取把这个冠军拿下，好吗？这个千年能不能出，能不能拿下这个冠军，就看这个千年了。感谢老赖弟弟送的小花甲，天哪！这千年怎么就不出了呢？来个大哥，好吧，啥也不说了。如果千年出不了，希望来个大哥，抬一手，好吧。咱们离第一就差那么一点点，真的拿不下冠军太可惜了。希望来个大哥能抬一手。哎。这把剑我一定送给你，好吧？小画家在那个互动里面，哦，不对，在那个礼物栏里面，礼物栏有个小画家的，200组一起送，绝对爆出千年。最后6分钟，这是什么圈呐？天呐，这么好的中心点都能切走，这圈宝的。感谢北城哥送的200组的小花甲啊！感谢北城哥，恭喜北城哥中个山水，千年平安，千年，你得出了，兄弟，恭喜我北城哥中了一个平安啊！平安相望，恭喜北城哥，找助理领取超级神秘福利啊！千年得出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第一了，兄弟们，稳住，最后5分钟，上一上，兄弟们把这个千年出了。咱们领先2000多的荣耀值，好吧？虽然可能一下就会被别人反超，所以兄弟们稳住。平台又出了一个，我估摸着这一波要出千年了啊！就看哪个老白能出了。最后5分钟，把这个千年给我拿下，兄弟们！200组的小花甲一送，就能爆出千年。200多手了，一个千年没出，
这以后五分钟了，守住啊，兄弟们！再来个皮囊也可以，好吧？守住，守住！感谢我大宝送的啊，恭喜我，恭喜我，臭袜子做了个山水啊，恭喜小老板！贼出了，贼出了！出块钱连续，让兄弟们乐呵一下。都与等级二十级以上的用户才能参与啊！这个小画家，兄弟们守住啊，守住！加把劲，兄弟们加油！咱们领先四千荣耀值了，很有可能会被别的一个火箭给反攻，知道吗？咱们一定要再爆，最少最少得再来个平台。正面打头吗？打了一枪脖子。最后三分钟啊，我希望是最后三分钟能让兄弟们中个千年，好吧？我是希望你们能中个千年的。两百多手一个千年没出，太可惜了。感谢我刚哥啊，送了两百组小玩家，恭喜我前缀哥中个山水，恭喜刚哥中个山水啊！怎么说还不出？得出了，平台出了四五个了，一发入魂千年，太低了，这一枪没打到头，不应该。牛不牛逼这一枪，兄弟们，笑不笑？兄弟们说算，牛不牛逼？兄弟们说算啊！感谢我本善良兄弟们，感谢大哥啊！两百组小画家，两百多手一个千年没出，兄弟们，最后两分钟，感谢我刚刚四组小画家，千年你在哪，兄弟？得出一个吧。抓一枪，把后面这两个人卡死。最后两分钟的兄弟们，千年还没出啊！哎呀，这个千年这么难吗？最后一分钟了，兄弟们，顶住！两百多手啊，我的天哪，一个千年不出呀！顶住，兄弟们，最后一分钟，能不能出？千年能不能出？我靠，都在偷塔！我靠，这么多偷塔的！哦，可以拿下了，拿下了，不容易。我们是冠军啊！我的身法，我的枪法牛逼牛逼，兄弟们说了算啊！我周波一传四，秀不秀？兄弟们说了算。
各种散射枪，各种 pick， 这就是高玩的基本操作。兄弟们可以学一学啊。面对一招打到的情况下，怎么去防守，怎么去身位，怎么去拉扯。新的天了，兄弟们，新的周了啊！日榜更新了，周榜更新了，一张办卡就能上周榜啊，兄弟们，给兄弟们送个游戏啊！等一下，我改一下亲密度啊！这队我记得有三级头的，妈的，老子三级甲碎了。哎，补两枪都补不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请叫我修脚，修脚神仙。新的日榜周榜更新了啊，兄弟们可以上手了，新的一天新的一周，好吧，等一下啊，我给你们搞一下双倍卡。嗯嗯嗯嗯双倍卡也有了，我漏一下啊，把那个设置改一下。两倍亲密度，两倍上限，兄弟们，今天是新的一周，新的一天了啊！两倍亲密度，两倍上限。这把吃鸡了，扣一的一人张办卡；如果没吃鸡，扣一的都是我爹。要参与的兄弟们扣个一，刀草叫爹。不多逼逼啊！仔细看了看，一号点的圈是最好的呀，一号点那个坡是最好的。为什么有些人的双狙怎么这么厉害呢？比我一个前职业都厉害是吧？理解不了。哎，他俩是人，我的天了！看一下啊，红尘客栈一笑扣了个幺 ，L 二扣了个幺，小老怪扣了个幺，小相公扣了个幺 ，L 七加油上分扣了个幺，四十八个月扣了个幺，毒药扣了个幺，辛巴扣了个幺，浅爱扣了个幺，副队长扣了个幺，绝。什么什么的扣了个幺啊，扣了一的兄弟们啊，希望你们信守承诺，一张办卡不需要口嗨，咱们玩的就是真实，好吗？铁塔扣了个幺，西行扣了个幺，文云文
稳云哥哥扣了个药，你可以叫我叫扣了个药，米亚扣了个药，心灵流浪者扣了个药，吃鸡我直接火箭，这个叫影子的啊，这个叫影的兄弟们，他说吃鸡直接火箭，兄弟们帮我记住他的 ID 啊，口嗨直接360，这个逼屌毛，我一直觉得这个人是个瓜，有压力，我需要开到左边去，把左边那个坡给抢了。他们脸上还在悬，他们肯定不会动，他们会卡围墙。这一波我们只能去打左边。这把吃鸡确实难度很大。半死了 ，CC 扣了个药，532扣了个药，关关扣了个药。OK OK。看一下啊，这波怎么操作？你看这个傻屌一直在盯着我的，那就对一下吧，把你击杀，把你击倒了我就走。来个三级头，直到封烟了。别让我到了啊！哎呀，没办法了，西巴了，就两个人。啊，法区里那帮流氓，我靠！打我干嘛？自己脸上的人都没清干净，打我？游戏都不会玩，西巴嘞！可惜了，驾车的一瞬间血掉的太多了。但凡这么是个跑车都不可能掉这么多血，多给我点血，你看我杀不杀？两个人随便杀了，兄弟们，无语。哎，可惜了，这把稳机的，这波只要把脸上这都杀了，随便杀，随便吃鸡，真的不开玩笑。两个人杀了之后，我直接搓把，全部把黄区里面全部卡死，动都别想动。哎，主要是他也被干爆了。速度太慢了，吉普车起步本来就慢，加上又被干爆的胎，如果这波是个摩托或者是个轿车，我估计这波我全杀了，可惜兄弟。左边全收啊，扣了一的都是我弟啊，各位弟晚上好啊，你们好吗？如果觉得某弟被打不出，可以帮某弟把信用给过啊，各位弟可以多多支持，新的一天新的日榜更新了啊，可以升升粉丝牌，兄弟们，一共万清空的可以清空，好吧？两倍行不动，两倍上线，恭喜不一中个山水啊！我去尿个尿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人了个神，教他们做人。上把杀了几个？兄弟们，给我讲一下啊。上把杀了11个，翻倍22个，22个就是66个。感谢不一送的小花椒啊，小花椒那个概率还是一直有的啊，200多手一个没出啊，千年。这个千年还是可以爆的，爆率很高啊！感兴趣的老板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从昨天到现在，一个千年没爆，200组的啊，200多手。除了屁虫跳了都行，兄弟们标个点嘛，好吧。新的一天，希望兄弟们可以把粉丝牌升级啊！没有开到钻石粉丝的各位老板可以开通一下钻石粉丝，开到钻石粉丝不仅能成为某利币的爹，有酒当爹，还能获得咱们直播间专属定制的包邮到家的啊 T 恤一件，好吧？只要你开到钻本就免费送，知道吗？还拥有可以拥有一大堆钻粉特权，兄弟们可以了解一下啊，在互动里面第一个超级粉丝团就是钻粉，好吗？
麻辣最牛逼，最霸气，最神秘，最不想说出来四个字，给我打到公屏上啊！没有人的情况下，兄弟们可以怎么说？给新来观众个提示啊，前面两个字猛男，猛男什么呢，兄弟们？猛男什么呢？各位老板可以多多帮我们把心愿过一过啊！然后跟兄弟们说个事啊，屏幕左上角私家微信没加的可以加一下 ，CDC357 找吧。就兄弟们，如果平常玩戏觉得画质不行，想提高画质，想像魔力变拥有同款画质的啊。又或者是平常玩戏觉得脚步声比较小，听不到脚步，明明很近你都听不到。如果想像魔力变能听到方圆100米之内脚步的，想提高脚步声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又或者是平常玩戏觉得帧数不够，玩起来比较卡。如果你配上可以的情况下，想用现有的配置再提高30帧数的兄弟们，全部都可以加左下角私家微信 CDC357 啊。最牛逼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压枪不行，想学压枪，咱们这边专业的全职业退役职业选手视频1v1教你们压枪，包教包会。不管是想学压枪，想提高脚步声，提高帧数，提高画质啊，都可以加左下角私家微信 CDC357 兄弟们，走过路过就不要错过啊。提问吧，兄弟们，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几问题。不够沙呀。哎呀，主播飓风二玩游戏的时候需要打开红色的灯光吗？7.1升灯吗？不需要。那个7.1升灯，我建议兄弟们不要去打开啊，那个不需要用。飓风二的耳机你插好线就可以直接用了，什么都不需要调。然后把声音开到最大，但凡你们听不到脚步，你们来找我。我之前是哪个战队的？你猜一下，拿了5个冠军啊！当时我在职业赛场上叱咤风云，杀穿所有的职业选手，当时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。你给猜一下我是谁？我只是隐姓的埋名，隐姓埋名了。击打圈漂亮，土桥杀！现在开始可以认认真真的给兄弟们杀了啊！射穿一切喽啰，蝼蚁，一只手捏死，老子要捏死他们！西马基萨基，趁老子刚刚在搞粉丝团，羞辱我，杀我，全部给我还回来啊！准备好了吗，兄弟们？跟我一起把口号搞起来！战歌一响，黄金万两，猛男出征，寸草不生，万来之法，兄弟们，呜呼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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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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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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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眼圈给我打在胳膊上面，我的指法下去是什么呢？不够杀球，不够杀这个烂，不够不够杀，这把金送给大家，没有吃不上饭吃鸡 ，Come on baby don't care my show， everybody let's go， 不够杀，不够杀，不够杀，不够杀。
跑了，我靠！这屌猫，直接就跑了。妈的！记住啊，当对面桥头有人堵的时候，我们改变策略，我们来这边桥头堵，懂吗？就不去中间堵了，我们直接在桥头堵。其实这个桥头堵人更舒服。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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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.妈的！我不敢先打烂了轿车，知道吧？这么近的距离，如果四个人同时贴我脸上，我绝对是打不了的。一梭子绝对是少不了四个，所以我选择打第二辆车。但是我起来起晚了，枪麻了一点点，没把他打下来。本来最少能杀一个的，这波可惜了。他娘的！这波看我的扫线捡到了，看，哎，这把枪射速太慢了，跟枪这个近的距离跟不了枪，射速太快了，知道吧？没办法，这把枪射速慢，跟枪不好跟。妈的，最少还会来一队吧？这把枪只能打中远距离，少的话好少一点，近距离太不好少。这把枪红点本来就傻逼，这一波最少这一波应该都能烧死了。完了，这个蹦蹦应该听到桥中间有声音，他应该不会过来。这波换猛了枪早就全上完了，差不多一百米他一格，一枪，
的，主要是这个四倍，如果是个六倍的话就好了，是个六倍那个逼就死了。枪不行啊，究根结底还是枪不行。479的伤害一个没杀，喂干嘛呀喂？妈的！七个哥。小老板，上把是个意外啊！上把是个意外，意外。跳了，兄弟们说了算啊！你们不要理我来杀兄弟们。再来个几场圈，有种再来个几场圈。这上把是个马的枪，早就杀完了。标吧标吧标脸吧，兄弟们，跳了你们说了算，好吧？新的一天了啊，新的周榜更新了，兄弟们可以上上周榜好吗？可以上上日榜。咱们这局没有粉丝都没拉满的可以拉满一下啊，两倍亲密度两倍上线，一张麦克相当于两张，一架飞机相当于两架，兄弟们可以把亲密度上一上啊。钻石粉丝还没有开通的可以开通钻石粉丝，开通钻石粉丝不仅能当爹，永久当爹，还能获得咱们直播间定制的专属啊 T 恤一件，免费包邮多加。没一个能打的，一只蝼蚁，一只手捏死，你们信不信？这把我杀他不需要枪。我杀这个人不需要枪，我说不需要枪就肯定不需要枪。
小流氓还喜欢找死。不知道他在秀啥。那你死了呀？拜拜。再练练，兄弟。阿邦，阿邦啊！什么意思？啊，欺负我没头奖。你认识我吗？哎，在看你直播啊。哦，谁有啊？我靠，不错啊，身法还是有，可以，敢挑战猛牛逼，你是不错啊，但是兄弟。但是兄弟，还是尽量不要狙击我，知道吗？没必要。提问吧，兄弟们，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几个问题啊。我连枪也找不到了，这枪我都看不懂是什么枪，这都是啥玩意 ？M4ECE。欢迎怒骂啊 ！M4ECE。猛牛逼，我来了！你们怎么都发这个弹幕呀？呱呱已经回去继承家业了，兄弟，给他爸管工地去了，开奶茶店了，回家开奶茶店去了。感谢我们继续玩游戏啊！点关注、参与奖。